首先确实作为我来说这次只打了团体，然后能够帮助团队一起拿到这个团体冠军，所以我来说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任务。这次这个亚运会跟之前的几次比，可能之前的亚运会每次还有下一次，所以我来说可能觉得这次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了。我主要队里现在年纪最大嘛，觉得更多的 还是大家觉得信任我吧，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家作为非常不错。昨天晚上发了个微博，29岁只是个数字，是不是？对于外界的一些声音，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？运动员嘛，还是用实力说话。觉得提升最大的可能还是心态吧，因为这已经是我 今天的这场比赛中战胜了自己的敌方，我在开箱前的心理活动是比较简单的，就是稳中想，果断扣。因为射击它是自己打自己，就是做好自己就行。打破世界纪录谈一下感受吧，打破世界纪录，破世界纪录其实也没有什么感受，再分享一下站在领奖台上的心情吧。就是拿金牌不一样吧。 唱国歌也开心啊，很激动，就没有想到，就来的时候就是想着打好，就是慢慢打嘛，然后去拼对手，因为确实大家实力都会在我之上，我就要去抱着去拼人家的心态。这次比赛，我的单项和这个接力 距离世界纪录都差一点点，但同样也是激励我这一年当中能更努力训练，又是遗憾也是鼓励的方式吧。